爵士丛林，因为呢，在爵士乐当中呢，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所以呢，好，那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我们这几个头目啊。首先介绍大头目徐崇玉，来一点声音，来一点声音，然后大家感觉一下，想象一下，丛林里面的什么声音啊？老虎。天空在放屁，不知道。那总之，好，接下来的二号头目李世君。有的时候是感觉好像是那个有口臭的鳄鱼在打呵欠，哎，这怎么想象的？真的是在爵士丛林里面带给我的想象啊！要不然平常我的歌里面，我好像没有这样的想象啊！谢谢你们。好，接下来的这个控嘎鼓是黄一宁。一直看着他的。
老师，他是崇义的学生。哦，这个控嘎鼓呢是也是从非洲来的，然后进入到古巴之后，然后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具有草根性的，然后他的鼓一加上来，好像就把爵士乐的这种都会风情我觉得一下子好像就着根了那种感觉哈。好，这个第五号同步是来自于德国的，他的名字叫做 Jonas， 他是他是这个在圣经 Bible 里面呢是约拿，这个约拿他在鲸鱼的肚子住了三天三夜啊、哦，有人知道哈、哦？慧珍，他就是那个先知约拿。
面这首歌叫测量。那个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真的是进入到一个好像人生里面虚虚实实的，有的时候走的是直线，有的时候是曲线，有的时候是抛物线，有时候又不晓得何去何从。然后结果就是办了这场爵克的音乐会，我误入这爵士丛林之后，我发现我走得更凶险了，冒险更大了。因为哦，他们的声音真的，你说哇、哦，天外飞来一笔哦，然后又哦浮在底下，然后一下子又带到哪里去了哦，哇好，接下来好就带大家一起来跟西双玉爵士五重奏，然后来进入到爵士的元宇宙。哎，超越啊，他每年啊都办那个两厅院的爵士音乐节。我好像今天都帮你下了两个 title， 一个叫做爵士丛林，一个叫爵士元宇宙。下一次策展的时候，OK， 好，那接下来那就来听这首测量，我也不知道会测量到哪里，总之那就走着瞧吧 ，OK。
歌。客家绝对是一个非常对又东又西，然后台湾跟美国黑人的音乐的一个结合，非常的特别。那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是我写给我们的广播界非常重要的一个爵士广播人沈鸿明沈大哥。那这首歌叫《Eulogy for Daniel》，就是因为他在生前呢跟我讲了很多话，因为每次音乐节结束，他都会站在旁边当主持人嘛，然后就会跟我们音乐家们讲很多话，说、啊、对我们很多的期望，所以当我知道他过世的那几天，我都没有办法睡觉，因为一直想着他对我讲的话。那那个结果就是这首歌曲叫《Eulogy for Daniel》。Thank you.
他跟我说，Vincent， 你觉得台湾有没有音乐家可以只弹爵士标准曲目就可以知道那个是谁？就是说他期待我们
像国外的大师这样发出两个音，就知道哇，那个人是 Thelonious Monk， 那个人是 Wes Montgomery， 那个人是 John Coltrane 这样，他就对我讲了这样的话，对，光是这句话就睡不着了，光是这句话就很难睡着。然后再来就是他跟我讲说 ，Vincent， 你应该做一个 Charles Mingus 的 project， 你为什么不做？你在台湾就是对，所以我刚刚也是有那种感觉，弹给他听这样，他想我做一个 Charles Mingus 的 project。那因为那样的 project 需要蛮多的能量跟音乐家，所以我们慢慢慢慢，我们慢慢慢慢等着敲，对，有一天会，有一天会做出来。说第一次见面吗？哎，说要用本土的元素。哎，对了，我说如何把爵士乐注入本土的元素？对，我想后来仇宇也听到了客家，听到台湾的，不管是很多的这些民歌或者是一些音乐家，后来你就跃跃欲试，希望可以透过爵士来跟这些本土的音乐对话，对不对？是的，包括我们今天的爵客音乐会都是他陷害的。对了，我们2021年，然后我邀请那个明成，加入我们的新专辑哦，《金门日式嘛》那一张专辑，有他合作的几首，然后呢，后来玩着玩着，然后他也加入孤毛童乐团，然后玩着啊，尚文姐，哇，那首歌哦。哦，如果爵士乐的话，那真的我玩疯了，然后一直搞笑哦，印象哎哈，然后所以呢，后来我说好，那我们就来办爵客，OK， 好，接下来那就换下面一首，下面一首叫做《镜子》啊，是1951年我的父亲。他那时候是24岁，然后他是苗栗的客家人，然后在那个年代风声鹤唳，然后到底一个写作的人可以做什么？虽然到处就是冲突的非常严重，可是我父亲还是通过他的文字，保留了他对自己的家乡、对那个时代、对人权的一种表达，然后他透过一面冷静的镜子去映照自己，映照那些渺小悲哀的人，当然他最后还是祈求众人的幸福，所以我看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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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而且这首诗他波涛汹涌，他潜得很深，所以后来我就把它唱出来，镜子。
说一首歌，它不只是一首歌了，它，不管是民谣，或是摇滚，或爵士，或是交响乐，不管是古典乐，或是民歌，我想不外乎就是一个人啊，包括音乐家的，包括vocal的那个他本身的生命的状态。这个生命的状态，我觉得也包含了每一次音乐的展演，都是不同的状态，都是一种好像量子力学相互的撞击啊。所以，我很荣幸、很幸运的可以认识很棒的音乐家。然后每次，对啊，撞击出来的有时候满头包，这个回。
家怎么练呐、啊？然后有的时候呢，哇，真的，那个崇义说的好，所谓的爵士乐啊，哎呀，不过就是被救跟救人呐、啊。这个对互助会、互救会。所以呢，我想在音乐里面真正最享受的，包括我们自己也一样，有的时候去冒险，迷走到不晓得哪里了，何去何从了，然后呢，哇，赶快要救人啊！救生圈，救生圈了，或绳索，或是呜呜，你在哪里 ，Jonas？ 然后呢 ？OK，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下面一首歌，好 ，OK。这首叫《市场》是不是？哦，好，《市场》啊，也算是罗颂永孤毛头乐团的一个蛮经典的一个曲子。之前的孤毛头的编制，然后今天是用爵士乐的孤毛头的编制。好，大家听听看，看你觉得喝起茶来哪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会比较舒服，或是你比较喜欢 ？OK， 好，我想要去尿尿。好，不要乱说话。OK， 社长。Thank you.
就是这首莫侯在展演那个市场的时候，然后那个崇宇，哇、哦，超嗨的，宋姐，你这个一定要编成爵士乐，我一定会玩疯了。果然有没有玩疯了？谢谢。这次呢，那个就是请崇宇有挑选了几首歌。然后重新编曲、啊、希望也让客家重新带出一种注入一种，其实爵士乐我觉得任何音乐都一样，它就是说本身的精神意志是非常自由的，而且呢就是说那个情感的专注是要在那里的，所以呢任何的余晖、啊、怎么玩怎么发射怎么反射反弹、啊、这个音乐家本身真的在 台上都是非常专注的，闪失不得的哦，哎，好，哎，接下来呢？哦，青春的梦，好，谢谢。好，青春的梦，下半场最后一首歌，《青春的梦》，青春跟梦。OK， 跟我们一起摇摆吧，森巴，一起跳。Yeah.
看到了，大家可以洗手间在楼上，然后那边也。